我们现在在华泰名品城这一家大码头海鲜餐厅哦，等一下继续吧。今天我们要跟春文姐姐一起来吃饭啦，开心吗？等你们啦，把你们的衣服穿上，选手们请穿上衣服，请戴上你的选手帽，要出发了吗？哎、欸，他又把我柠檬抢走了啦！他直接抢了。来，简单的。如何？酸酸的。酸酸的。好喝哦！如果有机会来这边，可以喝喝看哦。要很酸的感觉，很甜的感觉，这一颗。妹妹包我每次吃柠檬看起来都很好吃的感觉，因为永冰他爱酸，他超爱酸哦。妹妹好吃吗？好吃。喝可乐，他觉得他的头是被吸了。你的头都进到饮料杯里了啦。好，这边有游泳。等等，好吃吗？我们从海鲜来再开始拍好不好？小朋友最爱的薯条，赶快吃！现在都在水牛城，这个欸、这是会辣的哦，你看这个颜色。好，我现在来吃吃看这个水牛城是怎么样子的。我们点的是小辣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是非常的小辣。在干嘛？有这么夸张吗？哦，这这么辣、啊！刚刚加辣下头啊！哎，好辣啊！那个辣味哈、哦，嘣，整个嘴巴都是辣椒酱的味道，还在沁烟呢，好吃哎！然后吃这个椒盐，不会辣，这很好吃吗？不会辣吗？不会，不会辣，不会有要盘吗？试试看，我觉得他是要把柠檬带回家吧。啊，你看柠檬挤到他的杯子里。推荐吃吃看，推荐吃吃看。好吃哦，椒盐的很好吃哦，小朋友都敢吃呢。小朋友的儿童餐，螃蟹堡。没有啦，旁边有虾子哎，好帅哦。推荐吃吃还是嘴巴？好吃吗？妹妹，你吃一口看看，有起司也有虾子。那虾子其实蛮多的，好吃吗？所以大人吃大人的，小朋友有小朋友的可以吃哦。棒棒，这是鸡翅起司面包中，对不对？而且还羡慕起司卤肉，好赞哦！哇，他那个那一种好像很厉害。对啊，那就是起司酱啊。小朋友来吃吃看。你看面包，沾着中间的 cheese， 哇，真的很厉害！不要，因为我是认真哇。来，喂你吃。好吃吗？赶快来吃，我们姐姐来吃吧。耶，教大家一个新鲜吃法，这个鸡翅。起司鸡翅哎，哦，好吃哦！赶快来吃吧，好吃吗？看大家都在吃了，满满的起司酱，是啦。我从这边进来哦。好，泡菜是上面的吗？所以它放一座烤箱的口味，因为它是杏鲍菇跟玉米。对。
龙虾要爬出来了。哇，这个好大好大哦！真的很大，好大，好想吃。哎，这个是空的。谢谢，有掉出来了，没有少，只是它掉出来而已。哦，它壳跟肉分离。等一下帮你捡龙虾哦。好大哦！这就是我们大家的晚餐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喜欢的也可以来这里哦，在华泰名品城三区这里哦。最后说什么？